胡子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说为啥你跑那个老干部活动中心尿一床？嗯，来来来来来，来我采访你。哎，你昨天为什么在那尿尿床？家里三个猫砂盆，家里阳台四个猫砂盆。哎哎，你为什么还往床上尿？嗯，来来告诉我，胡子，喂喂喂。过来，快点的呀！你为什么尿啊？然后我们得连夜把那个洗了。来，来来，来看看一看你，来长得也不算那么磕碜吧？为啥心灵就那么不美呢？嗯？进里头的。瞅你老像不怀好意似的，去猫砂盆尿啊！要出去啊！来，胡子，过来，来来来，出去吧！你不出去，你嘚什么玩意儿？嗯啥？你心里有数没？没数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已经在我们的床，还有老干部活动中心那个床，你已经尿两次了。你说这个问题是私了啊还是公了啊？私了呢，私了就是你自宫，公了就是我们带你去被自宫。别去这屋了，这屋不能去了啊。谁呀？好看，嗲声嗲气的。小宝，跑这来干啥来了？偶像啊，你老抢镜头，小宝老抢镜头，我在拍你爸。偶像啊，你这老干部中心你怎么看的？你昨天胡子在这尿床了，知道不？你玩忽职守。偶像，胡子在这尿床了，床罩都给尿湿了，味儿老大了，你还不知道？昨天也不知道胡子怎么的又发情了咋的，就把床罩那块给尿了，完了我只好连夜给洗了，又用这个电暖气电水暖气给烙干的。养猫的人床上最好铺这种防水的床笠，不然猫要尿一下上下都得湿，就不好办了。洗不好洗，床罩可以洗，但是这个褥子不好洗，也不爱干，真麻烦。好看，好看，他是蓝眼睛，好看是蓝眼睛，好，好看，过来，你老屁股对准我，转过来，好看，来，看，又刺挠了，前天不刚给你掏耳朵吗？又刺挠了，小宝，上床。这是玩具。这是也带声呢，来宝宝，今年鼠年，来好看，哎呀害怕吓得，好看，逆光也清晰，来来来，挑衅你了小宝，过来，你要攻击你吗？你瞅你俩，偶像，你回来吧，你回来继续在你的老干部床上休息吧。人家都喜欢看你，你属于我们家五只猫颜值最高的，也是最懒的，好看。哎，你看好看，还比较爱打招呼呢。哎呦，来过来。哎呦，还是有点傲娇，不需要我了。宝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好看，来，好看。哎呀，跟我的目的无非就是想要袋里的冻干吃。你瞅瞅，馋的，哎呀，我掉下来了，好，给，
你看好看，站起来要。嗯，好了，小宝快吃。